写马来西亚代表公司啊。接着欢迎朱丽君带来旺福乐团的歌曲《肝功能衰竭》。衰竭，谢谢。哎呦，太高追嘞！这听完翁师要听朱丽君，这的确是挺不和谐的。我们现在讲一下翁师要好了。其实今天为什么选张悬这首歌，是因为我想要听到你中文诠释的方式。因为张悬的歌，张悬的中文很好，然后他有很多很细节的口气的东西，这是你以往在唱歌的时候我很少听到你唱中文的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很想听到的。那你今天唱这个歌，我觉得很满意。谢谢老师。有消化到。朱丽君，我不得不说，你就是一个比赛运很好的人，能够撑到现在也算是奇迹。但是，既然已经比到现在，我觉得你要花更多时间去做，因为其实之前你唱那个你扮成大熊那个，其实给大家很深刻的印象。我觉得你就要出奇制胜，因为这个舞台其实是可以容纳很多其他有娱乐性或者是有趣的表演，大家也是会喜欢的。那今天这个歌呢，其实让我蛮傻眼的，因为。其实你唱得很好，但是因为你唱得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，所以我不知道后面应该怎么办。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多肝功能衰竭这样的歌可以给你唱，但是我觉得你的确把这个歌唱得很活泼，而且其实是好听的，而且你今天整个 key 的 range 其实也很好，我觉得。整个就是好听。朱丽君，我听你唱肝功能衰竭，我心血管快阻塞了。我比较好奇是为什么你在唱前面肝肝，就是前面的肝唱得很好，那哒哒哒哒，然后你就一直唱同样一个字嘛，可是你后面的那个来来就没有唱像那个肝那个字那么好，为什么？就在家火力集中在练肝的那个部分。
因为主题叫肝功能衰竭，你知道吗？观众如果一开始在中间转过来之后，你怎么在骂我？就把它转过去了。我觉得这歌很有趣，这显然旺福在做这首歌是有一语双关，有一些心意，有一些用意。但我必须说，我觉得有趣可能可以打一时的仗，可是可能唱功还是你最后制胜的关键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老师，加油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到底谁会直接过关呢？我们从马来西亚代表翁诗耀的分数看起，请下分数。42.1，谢谢。不很平均，差不多8.4、8.5。接下来看初期制胜的肝功能衰竭，朱丽君的分数，请下。加油！翁诗耀演唱清新曲风的《喜欢》，对上朱丽君的《肝功能衰竭》，谁能获胜呢？山妮老师出手，吴海文脱胎换骨。海文花很多时间在于舞台的表演上，还有整个口气诠释上，因为其实海文唱的跟原唱完全不一样。Super Idol Idol， 翁诗耀的分数看起，请加分数。谢谢。不很平均，差不多8.4、8.5。接下来看初期制胜的肝功能衰竭，朱丽君的分数，请下。加油！加油！42.1，耶！双双过关，恭喜两位。接下来欢迎。